不会很薄哦，它是现在这个凉凉的天气穿刚刚好，而且呢，它是橘红色，好，不是那么红，不是那么橘。身上这是什么材质哦？它是有一点点软料丝质的感觉，但是丝质不是夏天的丝质，它是有厚度的，一字领也可以穿。好，它可以穿成我自己出门是会穿一字领，而且呢，它是不分尺寸的，大家都可以穿。那我觉得啦，如果是这样子放下，我觉得会比较好看。那如果呢，你们今天真的想要微加的话，当然不是问题咯，就会有另外一种风格呈现，就是比较时髦。那如果呢，如果你是上班族，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露，那我们就穿这样小 V 领很漂亮。这一次呢，用一个全新的头，就是方头更有质感了，你看超级搭的，也不需要穿外套。现在的天气就仅限于穿这样搭一个，就我觉得就已经绰绰有余了，有点小蓬袖又不会太蓬，就是有一点点造型小蓬蓬的感觉，然后呢比较爱小性感的妞儿就是会这样穿，而且衣服可以盖住你的屁股，很随性的，也可以让你腿很长。这个蓝色是深蓝色，然后呢远远先远远看我吧，远远看我变得好白哦。这两个颜色啊，不论是蓝色还是橘色，都可以让你的肤色显得很白。但是如果你的衣柜里已经有很多蓝色的衣服，你就可以选橘色哦。蓝色我觉得拉一字领也很性感哦，而且真的腿很长很瘦，然后你要微加也是 OK。 当然你要穿之后啊，你可以穿短皮裤加黑丝袜加西上靴也会非常好看，主要是在于这件衣服的设计，它可以来到两穿，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时髦哦。